Hello， 微博香港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系马天佑马友。这首歌就是啱啱出咗嘅《超过些》。咁写呢首歌嘅时候咧，一开始咧，我同 CY Concept 我哋嘅监制啦，同埋 Oscar 我哋嘅填词人咧，就喺度谂个 concept 嚟做呢个系列嘅时候，我哋都可以每一首歌俾到唔同嘅气氛俾大家。因为可能春天就系比较可能浪漫啲嘅，夏天就有动感啲、活力啲嘅，冬天可能系另外一种感觉嘅。咁所以我哋想分开四部曲咁样俾大家听到咯。而且錄音的過程都很順利，我們錄了兩天我們就已經搞定了整首歌了。是的，希望這首歌大家聽到的時候都 會令到大家放鬆個人。我都希望如果有適合的 project 可以跟他們一起合作，我相信會很好玩。而我也相信 artist 跟我玩的時候，我們真的會開有很多火花可以拆出來。